独家专访，白韵琴自爆有个45岁仔仔，现年73岁，人称白姐姐嘅白韵琴同59岁嘅谢伟俊咧牵手共度咗28年啦。日前啊，白姐姐接受东周刊专访，除咗白姐姐一见钟情嘅8000万身居曝光之外咧，白姐姐仲喺访问中自爆喺70年代曾经嫁俾缅甸首富嘅第二仔啊，仲为前夫诞下一仔添。仔仔现年大约是45岁，在美国定居。八姐姐仲亲口承认同仔仔关系唔错添。阿婆啊，仲大爆八姐姐因为前夫家道中落，所以一直都在经济上支持仔仔，寄钱俾佢供书教学，避让佢成才啊。除此之外咧，二人亦都会为一直冇如水之欢嘅传闻解话添。欲知更多精彩内容，请留意最新一期东周刊。